闻是您最佳选择。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欢迎准时收看飆股俱樂部，我是固德投顧总顾问汤顺奎汤老师。礼拜一那台北股市呢最低的时候跌50点，最高的时候涨22点，收盘跌28点，拉回偏弱，持续做一波防守的一个动作。既然要防守一定要没有量，那成交量620亿，那原则上是600多亿的成交量，是量缩的一个盘，所以我说它防守盘似乎在走一个右肩的一个形态。那重点是它在季线附近啊游走，走的有点优雅。短线部分一路的攻高，从8876一路攻到最高的一个9278，那做一波的拉回，拉回要量缩，表示卖压拮据。那为什么要做一波拉回？它没有一波直接攻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爆大量，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高，就是今年的新高9399的两个关卡点要过，所以它拉回呢理所当然。重点是季线开始往上玩，所以这个大盘还是要等量来放大，放大之后它尤其还是会持续做一波嘎空的一个题材，空单啊有点小认输，但是还是很高哦。登泰山的小天下，你看这一波以来，看不懂大盘持续放空的人比比皆是。注意哦，我还是讲这个大盘啊，如果嘎括前高9399点就好玩哦，因为啊，今年啊，现在是12月，电脑不要动，现在12月，马上1月份，马上5月份要开始所谓的一个股东会，如果我们被嘎到的话，2月份几乎没什么交易日，连说剩下12月1月，那4、5月开始有嘎空的题材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宣布股东会的时候，你要小心这些会不会嘎直接嘎上去。如果你放空啊，被他嘎到，你自己要小心。有一档股票我讲过，正德啊，这档股票它空单就是很高，你自己要小心会不会被嘎空，睁大眼睛看。好，来，那大盘也就是还是一样看万点，看法不变，每每拉回，今年还是一个多头年，登泰山的小天下，是不是多头？多头嘞，7600涨到9399点。中间有多少黑天鹅的一个阴霾啊，持续笼罩着你，阻挡你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。选对股票还是很重要。你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股票，今天指数没有过高，8183的一个金星啊，它过高了，它喷出去了。今年啊，很多人说很难做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释怀，你没办法否认，怎么会有这种股票啊，涨33倍了还在涨。这不是多头吗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啊，精英啊就在灯火阑珊处，精英啊就在飆股俱乐部，是不是精星啊？今天创新要喷出去了。钢铁我跟你讲过，主流中的主流，今天又有一档股票创新高，允强。钢铁股我没有一档有盖牌的，如果没赚到允强的钱，如果没赚到钢铁股的钱，自己啊向右转啊，撞墙壁三下。好，2014你看一下 K 西郎啊，就是不跌，怎么回事啊？姿态依旧很高啊，量能持续萎缩，看到没有？一旦开始只要成交量放大，整理完毕，又会展开另外一段的里程。很多的股票都是一样，回首来时萧瑟路，哪一档我没跟你讲过？看汤老师的节目，钢铁股没赚到钱啊，赶紧去弄表啊！这些股票都是一样，档档都强势，档档都不拉回，不是吗？1409的新签，但是还是很多人今年啊，明明是多头年，会买到这种股票，买到这种股票真的是香菇啊，难过 啊！买到这种股票，有一档股票，你看一下，复兴航空，买到的人啊，今年啊，从此以后在股市蒸发，你已经毕业，你领到毕业证书了。股票以后涨到50000点了，也不干你的事，这代表什么？股票是真的有风险，这里跌停打开啊，很多人从跌停拉到涨停，很多人啊手痒去追，你看一下，领到股票市场的毕业证书了，你也不要问我怎么办，毕业就是毕业了，我只能跟你讲，下次记得风险控管，3662的一个热身也是一样，
这种股票或许还有救啊。我们玩的时候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涨70%，你玩的时候呢，你看一下，可以从100块、110块跌到，你看一下都暂停交易了。股票是不是需不需要风险啊？你们玩玩猛力啊，需不需要风险？接着下来啊，我讲过了，你终于当你恍然大悟，当你了然于胸，你终于了解，股市有风险，跟对人很重要，选对股很重要，你龙灾啊。所以我不断的提醒你嘛，什么可买早知道，会费到底可不可以买早知道？嗯，会费到底可不可以使鬼推磨？嗯，飙股俱乐部，人不轻狂枉少年啊，股票不飙枉当投顾老师，我汤顺奎的股票飙不飙？我说了不算嘛，我讲过你要挂这个扛棒，坦白讲不是这么简单啊，加，要领先全市场。要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你才有办法跟别人不一样。而且我不打假球，我不解事后盘。我讲过，我来解盘不是来出公差的，随便讲一讲，解完事后盘没有压力，然后吹吹口哨就走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的原因，因为他了然于胸，因为他恍然大悟，他发现，哎，汤老师，你真的跟别人不一样，真的讲在前面，真的验证在后，包括大盘，包括个股，包括产业，去年最标一档股票，双红。17飙到91，破百，他是不是飙过？大家津津乐道，大家歌功颂德，大家记忆犹新，脍炙人口的一档股票，还记得吗？汤老师的扛棒叫飙股俱乐部，挂假的吗？嗯，来，先从大盘，我讲过了，你要领先全市场，而且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。坦白讲，一定要有三两三的功夫，没有三两三，你不要上两三。来，而且有图有真相，你只缘身在此山中啊，杀到最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做选择权嘛，杀到最低，我都敢公开验证给你看，买给你看，最低破底买给你看啊，谁敢买选择权多单？买选择一个买权的 call 没有错吧？想骗你都很难，有图有真相嘛，放大。然后呢，你看我的大盘的解盘，不解事后盘的，很坚持跟你讲，就是往上走，很坚持跟你讲，开始往上走。很坚持跟你讲，它就是真的会往上走，会嘎空。很坚持跟你讲，它会嘎过短压。很坚持跟你讲，没有动的时候，我还是一样一路一路跟你讲，一直到它开始转强，突破短压，开始转强。即便是拉回，我还是跟你讲拉回，它是机会，因为这个盘啊嘎到空单了，空单是真的嘎到嘛，不是我汤顺奎说了算嘛，这个叫做空单，看到没有？空单嘛。既然大盘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我想骗你的所谓的选择权，很难吧？59，短短11个交易日，到150，创造多少现金流啊？150%，短短11个交易日，150%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15只涨停板啊！你只要花29.5万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资金，可以创造37万，154%。想骗你都很难吧？因为讲在前面，因为验证在后，因为有图有真相。拉回就是做多，拉回就是做多，所以我其实要骗你也很难吧？而且我敢发誓，真的有任何的造假，没有办法成交，骗人的，没有11连胜，没有305，不包括交易成本，包括选择权都是一样。妻子会打电话进来，05台宾士车回家。你要看一个投顾老师的功力，你要看他操作棋子，因为他没有内线，平常就是三个字叫做真功夫，没有错吧？这没有内线的吧？而且要敢发誓操作是真的。如果你的老师自始至终都打假球，而且不敢发誓操作是真的，他只会给你优惠，他指鹿为马，你小心又误上贼船。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？既然大赚，为什么不敢发誓操作是真的？像发誓操作是真的，不要说发誓大赚，发誓操作是真的，有这么难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参加一个投顾老师之前，你要请你的老师在电视上面发誓，如果他都不敢发誓，那么你小心哦，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？来，我讲的股票也是讲在前面验证在后，利多开始出来，12月5号新签，绿色订单增加。好，你看他做的材料，新签做的材料，客制化的一个程度很高。好，因为宝特瓶回收，宝特瓶回收很便宜吧？做无本生意，你看一下，做完之后，哦，导入这个所谓的弹性防透性加抗 UV 过去没有的功能。而以 Sigma 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环保的纱做球衣，单价是
5100啊，单价是5100哦，一件衣服5100哦，一般市售的2-4倍，毛利高不高？自己算。而且我不解事后盘，之前给你盖牌，乔迁之喜，乔迁之喜，导播困起来哦，1409。161的股本，我说乔迁之喜新迁集团要做账，务必务必上车，会贴成这样，会写这4个字，代表万中选一，代表百炼成钢，代表很有把握。所以呢，我一定要有所保留，让我的会员买满，上车之后才会给你慢慢的公布。已经涨一根停板了，从我们重压一直拉喷出，仍然看涨，拉回看法不变，都讲在前面，都验证在后。三军联合大作战也是一样，你看一下。三军联合大作战，你看，慢慢的开始动，看吧，图形没一样，一样嘛，图卡一样嘛，没办法骗你，过高了，别只会验证，过高了。今天呢，已经足足一根停板了，足足一根停板了，还要看，还要想。你当然可以看，当然可以想，慢慢验证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已经12月，马上1月份，1月底要过新年了，农历年了。今年是多头年哦，7600涨到9399，而且随时会突破新高。你甘心吗？跟对人重不重要？我有没有讲在前面验证在后？我汤顺奎说了不算了，还有很多股票要飙啊！不要等我每一次。先开神秘的面纱，先开三军大作战，先开奥运金牌。你就说啊，老师啊，早知道，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呢？找到对的人啊，事情就会成功。今年以来，你就是看错行情，你就是跟着苍蝇，所以你永远在厕所里面打混。跟着蜜蜂，你一定找得到花朵。你真的都没有赚到钱啊、哦？还是那句老话，我开放试吃，只剩81个名额。不管你要参加哪一种棋子、选择权、股票，我都奉陪，不怕货比货，怕你不是货。广告中的电话，想尽办法拨通它。我们进段广告，回到现场来。季节多变，强化保护力、调整体质是关键。能恩水解三有丰富营养素及独家 HA 水解技术，有效调整体质，宝宝健康罩得住。台湾小儿科医师推荐，最多临床实证，水解配方第一品牌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拥有证券及或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岂止多空双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投顾致富专线。阿伯，这是你点麦克鸡块、麦脆鸡。哦，就是啦，遐枵的哦。阿伯，你最爱食鸡排的吼？系啊，食恁的鸡排较安心啦。无你煮的什么生长激素维管的啊？环境也好，鸡也自然就健康啊。恁哪会拢知？啊，恁的鸡拢我饲的啊，我比我嘛知。阿伯脸上让人安心的热情，我今天又上了一课。伟大如梦踏实，世界每天都在变，未来掌握在自己，想一千次不如勇敢做一次，成功不是谁先起跑，而是能坚持到最后，请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中视主播前进校园和你们分享面对世界的酸甜苦辣，教大家如何为自己的未来加分，别犹豫，快来跟我们一起实现梦想。中视新闻，中视新闻和大家一起梦想领航。接七寸绝版，心机太狂，哇，雾面金属，接近厉害，夜拍真漂亮，接就厉害，双卡加记忆卡，接卡厉害，三星 Galaxy 接七寸绝版新上市，接熊厉害，搭配台湾大哥大接七寸绝版零元起，天气冷就忍不住想要吃拉面，忍忍什么，走啊。严选豚骨鸡骨双汤头，道地手擀面条，低温熟成叉烧肉，日本直蔬汤头，叉烧豚骨拉面在台上市，嗨，不用忍，现在 7-11 就吃得到，还有红烧牛肉面同步热卖。
摆摊创业，但梦想绝不局限路边摊，坚守品质，逐步做大，要展店还要跃上国际，不只是路边摊。12月8号周四上午9点，周四60分钟。小梦想大未来，市集摆摊翻身网红插画家，路边摊创业，坚持品质价格绝对不打折，态度决定高度，不只是路边摊，锁定中视系列报道。欢迎回到现场啊，跟对人重不重要？选对股票重不重要？今年是多头年，再讲一遍，已经12月了。马上一月份了，明年的一月底要过新年了。今年是多头年，再讲一遍，多头年，7600涨到9399。你如果都没赚到钱，竖席青云志，你蹉跎白发年，就是因为没有量，选股很难。你终于才知道，玩真的很重要。你终于恍然大悟，便宜他没好货，送东送西啊，他又给你便宜啊，最后真的送你到西啊。如果啊，你今年都没赚到钱。如果你真的人在曹营心在汉，你真的浪费光阴，后面还有很多漏漏等的时间，都没办法让你赚到钱。我只能语重心长的跟你讲：莫向外头看，回心即是佛。股票做错要换，跟错人要换，选对股票啊就爆，爆这个买错股票就换，换才有机会，不换啊完全没有机会。如果你呀、啊、跟错人。后面还有肉肉等的一个晦气，反正也不会赚钱，去日苦多。你如果愿意下定决心，你人在曹营心在汉，你愿意带枪投靠，你愿意起义来归的，我给你 special， 你剩下的晦气啊，50%全面吸收，只有今天，你最好要把握机会，而且我会给你 special， 够意思吧？目的无他，我希望帮你拼一个好过年，要不要拼？马上要过年啊！这档股票我们专人通知 F 金利。好，今天突破一个颈线了。你说老师啊，放马后炮没有错，放马后炮。但是你如果有加我的 LINE 的，你就知道我汤叔有没有放马后炮。Good 178，顾德啊，顾德投顾啊，到底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很多东西想骗你都很难。讲完之后，利多一直出，我的股票都是验证在后。钢铁持续多头循环，这是礼拜五，好，就是个12月5号。而且我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贴都没贴，目的无他，希望你闻香下马。目的无他，我希望你消归潮水。目的无他，我希望你不要误入歧途。我不希望你赔了很多，套了很多，发现不对，买了复兴航空，又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股票，再哭哭啼啼来找汤老师杀价。我都跟你讲过了，一路跟你相随。这就是为什么顾德投顾到底会不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，到底是不是啊？涨这么多爆大量，我还是跟你讲，刚开始你一定觉得不置可否，一直到它创新高。老师啊，钢铁股好像不是一般的散户可以玩的，没有错啊，又拉回。所以这中间啊，你如果没有人带，有多少机会被洗掉？今天的创新高啊，它不干你的事情，没有错吧？我都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回首来时萧瑟路这个点。老师啊，你买的够专业，这一路45度的羊角一直往上飙，啊，它不会涨停啊，但是你会发现它涨不停了、啊。重点在这个时间点，关键的时间点，赚到钱之后，你会发现老师会费真的很便宜，云强果然创新高。你的会费到底怎么算？这种电话呢，如雪片般的飞来，从头到尾，主头高位挖都没砍，因为你要看实力嘛，我不希望你误入歧途。我不希望你浪费光阴，我不希望你蹉跎光阴之后再来找我。觉醒，莫向外头看了、啊，回心即是佛。之前我就跟你讲过，药华要有发表临床结果。哦、今天呢、啊，今天的药华药暂停交易，好、哦，应该在现在在记者会了，暂停交易，因为要发表临床报告。那重点是他的新药 P1101 啊，你看一下。有机会在明年取得药证，在美国产供超过10亿美金的一个商机，10亿美金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乘以30就是300亿。而且又是怎么样？我讲过了，顾德投顾到底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生技股是不是只有他在涨？我讲的时候又是没贴，贴都没贴，清汤挂面，没错吧？162。因为你要公开验证嘛，因
因为你要真的要了解，老师让你真的跟别人不一样，真的讲在前面，而且有图有真相，很多老师不敢做的啦。他每天只会跟你咻，然后解盘，然后大赚，做多也大赚，做空也大赚，但是至始至终不敢发誓，真的也拿不出证据。每天在这个地方陪你聊天出公差，对不对？解释后盘很轻松啊，我也很希望解释后盘，我很轻松啊。但我讲过，这个市场没有三两三啊，你不要上梁山啊！你看一下，而且我们还单股重压。什么叫单股重压？你50万来找我，全部买药华药；500万来找我，全部买药华药；5000万来找我，单股重压，全部买药华药。这叫做单股重压，因为你要拼啦，你要拼好过年嘛。你不拼，那你看节目一定被洗掉。今天暂停交易，因为什么暂停交易？你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被洗掉，看 call 讯就知道。我们单股重压药华药，有策略性伙伴要开始发表新药。针对 P1101，用于治疗真性血红球增生素的 PV 之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，要分析做口头报告，公司要开始召开说明会，获利报劳，安全带报仍然看涨，所以我们还没出嘛。你看节目的这一刀杀下来，你一定被出掉了，一定被洗掉了，洗得好。明天会不会一开盘？今天暂停交易哦，明天会不会一开盘一路被博啊？希望你还买得到，有参加跟没参加到底有没有差？今天的利多啊又出来了，金星，台湾金星，你看一下，华星利环旗下的金星，台湾金星转攻汽车板，开始转型，成功开始显现。从业绩来看，第三季已经怎么样？第三季税后盈余高达季增 2.75 倍，累计前三季每股已经 0.48。老师啊，探几叔叔了你啊？吐槽吐得好，你看一下他去年是赔钱的，去年啊加赔钱的，赔 0.68， 前三季开始赚钱 ，YOY 大幅度的成长，所以我讲过了，转机股是最标的，你有办法得到这种股票？你的老师有没有办法得到共票？我跟你讲，省钱大王金星，金价我告信了哦，来，你不用猜了，周线很难猜，务必上车，又是贴成这样，就表示怎么样？这档股票万中选一，这档股票非常有把握。百炼成钢，所以你就想太不要想太多，你就是恭敬不如从命，手续办一办，你上车就对了。转机股，金星，金价我告信了哦。好来，股票一点都不省，很大方，涨停喷出去，别老是错过。等看涨，看法不变，拉回还是跟你讲，我不会说拉回来啊，我就扯东扯西解盘解其他的股票，然后不跟你谈了。因为你要看实力嘛。拉回来，你一定被洗掉。我说仍然看涨，打死不卖，开始亮灯。所以我讲过，好的股票，人说老师要报一档股票的皮胖子嘞，你还是被洗掉啊，涨停啊，今天呢创新高，已经足足从我跟你讲的，我康中伟跟你讲这个点，就是这个点，攻击发起线的点。我们在这里躺着趴着跪着买的时候，已经43%，100万变143啊，1000万变1430万，没有错吧？想骗你都很难。金星啊，金价我告诉你，那今天来看43%，我们做了什么动作？今天开高走低，礼拜五时候亮灯涨停，火山爆发金星，选对股票不必管大盘，赚钱轻轻松松。火山爆发了，喷出去了。大盘啊，选对股票重不重要？跟大盘什么关系？不睡不啦。大盘拉回74，今天开高之后的一个9:30的底加，9:15底加，那我做什么动作？9:16，金星啊，金价我告诉你，今天创新高，出现跳空夜星反转讯号出现了，市价获利出清，潇洒离开，所以一路一路的走低，已经不干我们的事了。谢谢收看，43%收起来，放到口袋。整个过程啊，不拖泥带水，从最低点表演到最高点，又是讲在前面，又是验证在后。固德投顾到底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我汤松伟有没有解释后盘？你老师为什么老是解释后盘？我做了很多高难度的表演，很多好的股票我讲过了，会贴成这样表示万中选一，会贴成这样表示百炼成钢，会贴成这样表示要让我的会员先上车，没有人上车。原汁鸡汤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放轻松，相信我，做股票啊没有这么难的，
啊，你看一下，讲完之后开始动了，凯西鸟啊，凯西创新高啊，又创新高，今天十二月五号已经差了一根停板了啊。他叫什么股票？摄影师税。我有没有解释后盘？三军大作战，三军联合大作战，叫做联军呢。有税无啦？给你看啦，这电话通知的。有税无？开始动了，创新高了，是不是三军联合大作战了？该讲的都讲在前面，我不放马后炮的。固德投顾到底是不是最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行不行啦？我说他在等你、啊，有没有？我说他在等你啊！啊，他动都没动，他在等你、啊，开始动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联军？大盘跌74，你看看老兄的表现，稳如泰山啊，是不是联军啊？行不行啦？这是去哪里啦？你要叫我讲什么？已经足足又差了一根停板，想赚大钱啊，还是那句老话，脚步跟紧哦，全面开放试吃，只剩81个名额，你自己好好的把握机会，还有股票要飙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阿伯，这是你点麦克鸡块麦脆鸡。哦，都点了，遐枵啊哟！阿伯，你最爱食鸡排吼？系啊，食恁的鸡排太安心啦，无你做个什么生长激素为管的啊？环境也好，鸡也自然就健康啊。你哪会拢知？啊，恁的鸡拢我饲的啊，我比我嘛知。阿伯脸上让人安心的热情，我今天又上了一课。买的股票才是股价涨跌的关键，每天追踪法人动态，以筹码面搭配基本面选股，配合技术分析找买点，富贵赢家终极选股车车乐，请快上网搜寻富贵赢家麦克连02-2363-6322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多重方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，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。富德投顾致富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天气冷就忍不住想要吃拉面，忍忍什么？走啊！严选豚骨鸡骨双汤头，到底手擀面条，低温熟成叉烧肉，